会不会被打？不会。会吗？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。不会的话就是一二三。好吧，我先从最简单的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那最一开始的鼓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然后后面就是一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就是变成大声、小声。鼓的中间跟边，这叫边鼓。边中间，所以找我们打中间的时候就是要大声，然后边边的时候边放松。但是放松都不是这样子。摆烂了，放松是要我的手边跟着动。这个是我们的龙形镜的鼓点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做转鼓呢？转鼓的话就是用一二三，转鼓的话就是一二三，大声一二三，然后我们会做一个盘龙的动作。盘龙动作的鼓点就是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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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面一一一二一二一二一一二一二三四，然后我们就接密鼓，三次的密鼓就是懂得三拍。快点！